买什么买？我的梳子都成这样了，痛苦人了吗？你要后悔的。哎呦！妈妈，我给你念首诗吧。好呀。老板凳真听话，妈妈下班回来了，我请妈妈干饭去。可以，竟然敢掏私房钱。妈妈，我给你变个魔术吧。你妈念一个。一会儿就。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我对你，会疾风暴。